管赛进行至此，六班仍不敌对手强力攻击，战绩为一胜七败。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关头，台上目前只剩唯一胜出的冰品线，即将与魔王一决生死的嘟嘟，是否也能留在这个舞台上呢？两位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两位是压轴，不管谁输谁赢，一定要唱出最好的歌声，最好的表现。余超颖要演唱的是 PS 我爱你，你就说不要爱我。好，首先就欣赏余超颖的 PS 我爱你，掌声欢迎。余超颖太棒了，是有一个很攻击性、很有杀伤力的一个 vocal， 唱得非常好，而且他这次的唱法跟上一次又不一样。这副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，而且原来小胖在一开始 A 段的时候他睡着了，但是呢，你竟然可以在最后的那个 part 他醒过来了，他是整个非常惊讶的看着我，他说：“怎么这么好听？”与魔王交锋的最后一役，嘟嘟能否为六班争取？余超颖将对上本班的嘟嘟女王，上周 PK 掉堂堂的余超颖，今天是否也有备而来呢？我想要成为你的眼，把最美的风景都收进你的心中，我想要成为你的手，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，一刻不放过，恨不得把明天没收，让你永远不会变动，专注的爱着想值得燃烧，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发